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位菩萨阿弥陀佛，咱学佛首先就要供养三宝，所以你将生命电视台打开听法师讲经说法，你若有法度用一朵花一杯水就来供养这个法师，供养这个法会，安尼咱嘛得到功德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就是一个成立在咱岛的大道场，予咱有法度供养三宝、亲近三宝，所以都打开生命电视台，都扶持生命电视台，都供养生命电视台。阿弥陀佛！打开生命电视台，爱护一切生命，扶持生命电视台，广度一切众生，扶持好未？